佢自己都有生命嘅，佢自己有生命，就算而家佢都有生命嘅，佢都會出變動嘅。啊！呢個係個側個側面，同埋呢個係嗰個電池擠電池嗰個。電池。係啊。呢堆嘢擺咗兩年。因為如果我真係要真係去做一部咁深嘅，需要時間時間。同埋因為啲木係全部都係執翻嚟，呢陣時我就係唔想去嘥咗啲咁靚嘅木材去。你掉係咪好嘥？就算而家我啲心機會有人叫我賣，咁我都話賣貴啲，唔想啲人話好似誒咁容易得到一件嘢，就會唔珍惜。即係每一嚿木都會有佢嘅好處，有佢嘅特質。棵樹種咗幾多年先能夠做木材？跟住做完木材，做嗰件家私，希望你啲人咧係超過用個過百年，你先係對得住棵樹。哦，你同佢哋一齊整，有啲都有用到。嗯，係咯，我見好多就係你啲製成品啊，即係如果可以影多啲個過程啊，你做嘢個環境啊，咁就會豐富啲咯，成輯相。木可以是一個橋梁，一個媒介去跨過你生活的不同的東西。如果你屋企的可能是就是你的女兒或者你的老婆和你的作品的關係，他們怎樣用我的東西，我覺得都過癮啦。就人家看這些照片就會知道啊，原來你回到家你都會將你的工藝帶到回家這樣。我自己就好少影相，即係俾人影都少嘅，去影都少嘅，咁樣嘅。咁今次就即係或者咁大個仔係影最多相今次。